为了祖国的安宁，我们必须前进。准备放，没关系，南禅的敌人就交给我吧。是在叫我吗？哈，我可没害怕，要做什么你就尽管说吧。神速，快点行动吧。都准备好了吗？我们上了，你们都是法兰西最英勇的骑士。放心吧，大炮刚打理过，不会出问题的。没什么好怕的，开火！
啊，有新命令了吗？轮到我了吗？有什么要求就尽管说吧。这下能成。真是值得庆祝的一天，晚上去吃炖肉吧。拔剑吧，该我们上了。行程要靠掌舵，打仗就靠你这个指挥了。请救生，冲吧！拔剑吧，该我们上了。地图分析，就让我来吧。集中火力，开炮！炮兵的水准又提升了，再这么下去，我可能要提前退役了。什么时候才能给我放个假呀？
哦，跟上我的节奏吧。知道啦，就包在我身上吧。关键时候要出奇制胜，嗯，就这么办吧。不要冒进，就按预定计划行动。集中火力，射击！请下命令吧，我相信你的判断。别手下留情，向敌人展示你们真正的实力吧。多亏你的指挥才能有这样的战果，请收下我的敬意吧。这真安静，该不会有敌人的埋伏吧？还没找到敌人吗？这附近就没什么值钱的宝贝吗？姐妹们，上！给我上！战场可不是闲聊的地方。哇，还在打仗啊？什么时候才能去吃甜点呢？休息好了吗？那就准备作战吧。小菜一碟，就看我的吧。哼，全力进攻，胜利女神正在冲我们微笑。
别担心，我会完成任务的。抓紧缰绳，冲吧！拔剑吧，该我们上了。是这么说的。手脚快点，上岸了也别忘了船上的规矩。哼，到我一展身手的时候了。打起精神，可别落在后面了。有新战术了吗？那就赶快试试吧。啊，那边的是什么？从来没见过。你放心吧，这次不会再出错了。炮击支援准备好了，随时听候命令。有新命令了吗？行程要靠掌舵，打仗就靠你这个指挥了。轮到我了吗？有什么要求就尽管说吧。放心吧，大炮刚打理过，不会出问题的。为了祖国的安宁，我们必须前进。准备。贵神速，快点行动吧。看招。
我杀！这真安静，该不会有敌人的埋伏吧？知道啦，就包在我身上吧。大家注意，军乐队的表演要开始了。地图分析就让我来吧。战士们，向祖国献上你们的忠诚吧。请下命令吧，我相信你的判断。找到敌人吗？敌人小瞧我们。这附近就没什么值钱的宝贝吗？胜利马上就要属于我们了。没关系，南禅的敌人就交给我吧。拦住他们！该我们上了。我需要的是能手刃仇敌的力量，这点成长算不上什么。
我可没害怕，要做什么你就尽管说吧。可不能给皇室丢脸，开火，都给我开火。是在叫我吗？关键时候要出奇制胜。嗯，就这么办吧。都准备好了吗？敌人根本不在话下，对，对吧？注意！啊！仗啊，什么时候才能去吃甜点呢？哼，到我一展身手的时候了。之后才能给我放个假呀？炮击支援准备好了，随时听候命令。不要冒进，就按预定计划行动。
别担心，我会完成任务的。才能打胜仗，对吗？集中火力，快跑！不必过奖，能为法兰西的安定而战，是我的骄傲。小菜一碟，就看我的吧。有新战术了吗？那就赶快试试吧。战场可不是闲聊的地方。抓紧缰绳，冲吧！啊，不必过奖，没有大家的配合，我也会打败仗的。也别忘了船上的规矩。
找到破绽了，攻击！集中火力，射击！知己知彼，才能百战百胜。要牢记和敌人作战的经验哦。这次不会再出错了。有什么要求就尽管说吧。拔剑吧，我们上了。多亏你的指挥，才能有这样的战果，请收下我的敬意吧。神速，快点行动吧。行程要靠掌舵，打仗就靠你这个指挥了。女士们、先生们，演出就要开始了。找到破绽了。默契了。
就能试验新的战术了。有新命令了吗？听我口令，射击！休息好了吗？那就准备作战吧。啊，是在叫我吗？大家不要慌，我们来了。那边的是什么？从来没见过。你刚才说什么？放心吧，大炮刚打理过，不会出问题的。轮到我了吗？没什么好怕的，开火！关键时候要出奇制胜，就这么办吧。找到敌军的弱点了，给他们致命一击。找到破绽了，攻击！知己知彼，才能百战百胜。要牢记和敌人作战的经验哦。为了祖国的安宁，我们必须前进。打起精神，可别落在后面了。这附近就没什么值钱的宝贝吗？Thank you.
请下命令吧，我相信你的判断。骑兵队，拦住他们！该我们上了。骑兵队，拦住他们！该我们上了。我可没害怕，要做什么你就尽管说吧。时候才能给我放个假呀。还没找到敌人吗？一鼓作气，开火！上我的节奏吧！都准备好了吗？起来，继续努力吧。有新战术了吗？那就赶快试试吧。别担心，我会完成任务的。没关系，南城的敌人就交给我吧。
小脚快点，上岸了也别忘了船上的规矩。地图分析就让我来吧。这真安静，该不会有敌人的埋伏吧？装填炮弹，修正角度，开炮，给我狠狠地打。知道啦，就包在我身上吧。行军的鼓点是最棒的，哒哒哒哒哒哒。怎么样怎么样，看到我的表现了吗？我可是很厉害的。准备，放！姐妹们，上！集中火力，开炮！
跑！仗了，什么时候才能去吃甜点呢？下命令吧，我已经等不及了。懦夫，就这样也想赢过我吗？听我口令，射击！行程要靠掌舵，打仗就靠你这个指挥喽。都给我拿出真本事来，让他们长长记性。给我杀！这些货物就由我来帮你保管吧。冒进，就按预定计划行动。注意，放，准备，开火！战场可不是闲聊的地方。清扫战场的时候到了，全队出击。小菜一碟，就看我的吧。敌军的气势已是风中残烛，打垮他们！我军的优势很大，照这么下去，敌军已经等不到下波攻势了。哼，到我一展身手的时候了。
有什么要求就尽管说吧。抓紧缰绳，冲吧！兵贵神速，快点行动吧。试验新的战术了。Thank you.
炮击支援准备好了，随时听候命令。为了祖国的安宁，我们必须前进。放心吧，这次不会再出错了。敌人小瞧我们，一鼓作气，开火！
皇室丢脸，开火，都给我开火。虽然你们不是骑兵，可在我看来，你们都是法兰西最英勇的骑士。父亲，祖父，我办事上点心，不照顾好这些达官贵人，咱们可得喝西北风了。好的。